非常好的，我们缺了一颗火珠哦。Get it, get it, get it. Don't worry, don't worry about the letter. 然后他脸大小，哎干，哎，啊，他会复活变强哎。不急着杀哦。好好好，不急着杀，已经把他杀了。开。这样应该是可以的。我来试一下有没有减伤啊？哎，没有游戏声音哦。对不起，这样应该有了。等一下哦。然后这一颗，这颗是哈不好的一颗哈，我们就把它弄掉。那我先直接。是直接把这一颗先处理掉哦。这样有声音了吗？我想问的是我有没有声音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我听听看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哎，有啊，有声音啊。奇怪，这耳机怎么难戴啊 ？Right， 哦，那是有了，对不起。奇怪，怎么塞不进去这样？哎，不然这个耳机是不是换过？怪不得奇怪，戴起来不太一样的东西。喂喂喂，这样 OK 哦。应该 OK 了齁。这个关于这一关的话，因为枪炮斧子已经被我们处理掉了，所以可以很轻松把它处理掉。耳机不合动了，对对对。CD 恢复可用的，没问题，一波带走。先攻盾哦，别怕，因为我们有减伤。好，这时候绿出攻击出出来，当然你要龙科把它挤出来，我觉得是很蛮建议的，因为回血多少是对我来讲还是有影响。哦，用前夫人减伤哈。减伤之后呢，就是再开减伤哈。哦，当然，因为我们已经有搭配好龙科了哈，然后也有搭配好那个基友了，所以基本上你把它合体，它还是满血了哈，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味道。
嘿，拆康，哦，没事，吓我一跳，他只有六滴血，错解，我真正错解，我真正错解。看起来是蛮好打的一个氛围啊！一波带走，气势如虹。我的爱气势如虹，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后。你要的不是我，干奇怪气怎么低啊？气势如虹。这个叫做啊，没有技能名称算了。一波带走，各位。叠珠，全体攻击，看到龙科脉动，这很重要喽。哪里重要的？你要绿出水火木光暗哦。水火木光靠背啊，非常好的，我们缺了一颗火珠哦。Get it, get it, get it. Don't worry about the letter. 然后在脸大小，哎看，哎，啊，他会复活变强哎。他复活变强，那我干嘛急着开龙科？你在这冲阿小啦，明摆先你冲阿小，这时候凑所有目光看出来，因为看我都已经错了，错了就错了。背啊，背啊，背啊，平民百姓，没有旅出。忘记他会复活，不是本来就会，我没有注意看啊，我以为一波带走啊。告诉你，这时候要手转，知道不？才能展现出我们的技术。水、火、木、光暗，看我的平民百姓手转珠，我跟你讲。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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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， 哦，为什么我们不开主角呢？就是要告诉各位，就是可以把那个主角拔掉都可以过的意思啊！啊，算了，当我没想过，好吧 ？OK 啊，那是红色蜻蜓哦，哦，红色蜻蜓是不是啊？哦，刚唱错了的。